上海滩》。大家好，我是高博文，欢迎大家来到《闲话上海滩》。让阿拉来看看，今朝观众朋友们辣辣微信平台浪向又提出了啥个问题呢？主持人侬好，阿拉平常一直讲个派头到底是指啥个物事啊？好，这位观众朋友侬好，所谓这个派头啊，就是指这个人或者事物所表现出来的风度、气派、气势。啊，比方讲，这个梅兰芳大师辣辣戏里向出场，非常有派头，一个亮相就获得了满堂彩。比如上海话讲起来呢，就是派头老大，因为观众呢侪欢喜这种派头，所以呢就有了派头十足这句闲话。这个也是派头的最高级别。上海人真正的派头呢，其实不是摆出来，更加不是惯出来，因为真正有派头的人侪是老低调。伊拉不会张扬，不会摆快景，套用现在的闲话来讲呢，就是低调就是腔调。从19世纪开始啊，上海人就已经开始了辣开洋荤了。一直到30年代，上海的西餐馆辣辣两个地方最最闹忙，一个是法租界亚非路中段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的四马路。根据文献记载，上海的第一家西餐馆就是当时位于四马路上的一品香饭餐馆，当时呢也被上海人亲切地称为四马路大餐。辣辣交关老上海人的心目当中啊，海派西餐就应该辣辣优雅环境下头，围坐辣辣台子的两边，拿好刀叉，好好叫享受一番。今朝呢，阿拉来聊一聊海派西餐，还是请到两位嘉宾啊。第一位啊，美食家石佳凡，大家在喊侬厨房间里的张爱玲啊。不敢当。第二位呢，要欢迎阿拉个资深的媒体人李光业李老师。好，欢迎两位嘉宾。今朝阿拉讲海派西餐嘛，我想问问大家啊，哪印象当中自家第一趟小辰光啊吃个西餐是啥情况？李老师，搿种我印象比较深的呢，就是讲谈恋爱辰光吃西餐。谈朋友吃西餐啊，因为上海人迭个辰光讲起来，侬要谈恋爱了，侬一定要请小姑娘去吃西餐。哦，搿侬第一趟是就是请小姑娘吃西餐。当然了，因为侬肯定请小姑娘，侬勿会请爷娘吃西餐了。你只有爷娘请侬吃西餐，搿辰光波及来西。搿倒也勿是个，上海人迭个辰光就是谈朋友交关寂寞个啦。嗯。看电影啊。吃饭啊，那么吃西餐呢，属于是比较上档次的事体。为啥道理呢？西餐因为比较贵啦。啊，又比较贵。哎，那么姐姐侬呢？侬也是男朋友最早带侬吃的吗？我好像比个要早，因为老早阿拉屋里向住了搿淮海路襄阳路啦。上浙国对伐？上浙国。葛末就是讲周边搿西餐馆实际上蛮多的。嗯。朝东面嘛就是红房子咯，然后朝西面跑眼嘛几步路就是天华阁。嗯。南面呢南昌路得比较便宜，得兰溪饭店，再过去眼嘛得兰村。葛末像种西式的咖啡馆，像老大昌浪上老多的哎。侬个意思我听懂了，俺不要男小孩特会请侬吃。是啊，我觉着我好像西餐好像还是经常吃的，因为小辰光因为我下课呢，辣辣从东湖路搿搭出来，这最高天华阁老漂亮的一幢房子。葛末阿拉妈妈有辰光请我下课就带我去吃点心，吃眼芦笋汤啊，吃块炸子排。哎，葛末我要是自家吃的时候呢，吃不起介贵的物事，零用动力没介多。没介多。哎，葛末就买只咖喱锅。哦。还好请小朋友吃只咖喱锅。要是啊。我看人家是随随便便就吃的。吃个辰光呢，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后了。啊。因为一讲到个兰溪饭店、兰村了，过去是没的。啊。就是讲文革前也没的，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。嗯。所以就是讲上海人讲吃西餐呢，伊刚讲个吃咖喱锅了啥，这个实际上是不算的。搿勿算。搿是真正上海人认为吃的比较好的呢，一定要到有传统的地方。那比如讲红房子一定要去吃的，嗯，所以我印象比较深的呢是请女朋友到红房子去吃，就是红房子，对，就侬谈朋友的辰光，哎，红房子吃西餐呢，这个辰光吃沙拉、吃汤、吃牛肉，还请他吃西餐呢，会得吃得特别饱，嗯，西餐因为没啥个吃隔夜的，对对，上海人一道道侪吃清茶下来，啥下来道，上海人讲起来啥个弄蹄膀汤、红烧肉，过去没冰箱，烧了热，热了烧，但是侬讲吃西餐，侬听到过吧？没个呀，这个辰光打包嘛，侬讲我芦笋汤，我吃半碗。哎，侬弄只饭啊子来，我打包回去，侬也讲不出。西餐馆里向人认为，侬一定是夜盘嘛。葛末上海人吃西餐是吃啥物事呢？要吃自家屋里向烧不出的物事。一个原料嘛，我记得迭个辰光，侬屋里向勿是迭个回族啦，
伊要发肉票，发清真票。就啊，对对对，要凭票。不是侬要想买牛肉，天天好买得的个。所以就是讲，侬吃这个么子呢，一定要吃特别的馆是名菜，屋里向没做不来，所以侬好请人家去吃。看样子，李老师对搿西餐真的是老有感情，老有感情，老有研究啊。搿李老师，侬搿跟前头讲是勿晓得第几个女朋友啊？侬是不是每个女朋友侪带人家去吃西餐？错，我只搞过一个女朋友。是搿个。如果我搞了交关，我今朝就勿大好讲了。搿个呢，又勿符合上海人谈恋爱个游戏规则。对对，实际上还是蛮保守个上海人。啊，不对，就上海人是搿能介，上海人呢交关事情呢可以做，勿可以讲。交关事情呢可以讲。是不好做。接下来，我到天锅过去吃，我必点三样么子。啥么子？一个罗宋汤，第二个葡国鸡，第三个叫国米。国米。哎，吃搿只么子，侬要等40分钟。你当场烤箱烤出来，侬想想看，迭个辰光，迭个80年代初期，全上海有几家人家烧得出国米啊？搿个嘛。国就是前头。不要讲烧得出来，就是晓得个人也勿大多。因为我记得老清爽，阿拉屋里向搿辰光，阿拉爷叔啦，从出台落户，只要从回上海来过暑假，对伐？伊一定要去到搿天锅馆去吃个国米，就享受出来了。搿只物事就是叫奶油国米。上海人讲了口音重点呢，叫奶油国米，对伐？哎，国强调个，哎，强调个。结果呢，伊有趟子呢是叫阿拉搿个屋里向阿姨去买得来备吃，结果搿阿姨就搞勿清爽啥国米勿国米，也伊嘛没寻着。到了搿地方，伊讲勿清爽了，讲勿清爽，结果伊去买了个另外只店买了个冷面回来，伊讲勿是就是面嘛，实际上搿已经天差地别了，所以实际上是交关人是勿晓得个，就是奶油国面是啥物事。实际上，通过两位嘉宾前头讲个搿点故事哦，大家好觉着实际上上海人对搿个西餐是非常有感情个，至少是桩老幸福个事体吃起来。接下来呢，阿拉通过一只短片来看一下哦，搿西餐到底是哪能介风靡上海滩个呢？相比讲究排场的中餐啊，西餐呢，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一个洋气搭时髦。所以过去啊，有很多上海人啊，辣辣休息天啊，侪会得去吃一顿海派大餐。但是搿能个消费呢，辣辣当时绝对算高档消费。辰光长了，大多数人肯定是吃不消。搿么哪能办呢？吃还是要吃的咯。所以上海人的小脑子一转啊，也想出了属于自家的一套吃海派西餐的办法。就上海人比较印象深的时髦呢，实际上不是到西餐馆去吃西餐，迭个辰光因为侬钞票也不多，咁么那种情况下头呢，侪是屋里向来弄，屋里向做，侪屋里向做。迭个辰光呢，就比较行出来，所谓上海人因为侬买不着牛肉啦，伊要烧罗宋汤，就是红肠开始替代了，再弄公丝摆辣里向，咁么拨侬感觉，哎，迭个倒也是有得汤个。鲁松汤，一个鲁松就是这个 Russia， 个就是俄罗斯的人。对，搿才上海人用自家的方法来比划一下。所以就是讲，上海的西餐从第一天进上海来讲，一定伊是本土化的，因为侬所有的材料是达不到外国原来的。所以我今朝带来一样物事，可以拨大家看。搿份材料呢？假设搿材料是啥材料？看上去就发黄了吧？已经。这个材料是搿能介，搿份材料啊。搿份材料呢，是1999年2月7号，就是讲20世纪福克斯公司，美国啦，推出一部电影叫《泰坦尼克》这电影。搿辰光到哪？伊到上海来举行只首映的活动，就从当天夜里向辣辣香格里拉举行一档酒会。搿上面呢，一共有得11道，11道菜，从冷菜到点心11道。搿桩菜单明显告诉阿拉。外国人真的吃西餐，头一道，一定不是吃啥了，肯定不是，也不是吃汤，也不是，是啥么子呢？伊是吃海鲜，是啥菜？第一道是牡蛎，所以就是讲，从搿只菜单就可以告诉阿拉，阿拉全上海最狠的西餐，就辣辣我印象当中，当然现在已经可以达到这个有了，有了，没一家西餐馆拿出菜单是有的是靠这样么子的，因为啥道理呢？迭个辰光原材料没介多。对，我觉着搿菜单对伐？看了我一种感觉，就是讲，因为伊搿个辣辣搿个搿能介豪华的游轮高头吃的搿菜单，就是一套全餐，实质上全餐规模，哎，对个。葛末像搿能介个西餐，就是现在呢辣辣，比方讲辣辣欧洲咾啥嘛，是最好的餐厅，伊才会得一套头才有比较正式哎。葛末比方讲像巴黎的宁特餐厅，伊肯定是能够到搿程度。侬蹲辣埃面搭去订餐，伊就是从8点钟好吃到夜里向12点钟。葛末实质上上海人的西餐跟搿
距离差了太远。上海人比较做人家的，像第一天到上海来，搿搿只菜单已经走样了。那搿只菜单拿出来，就是讲差不多跟海派西餐是一个光年的距离。一个光年距离，侬搿只形容非常好。太遥远了，就是讲啊，葛末上海人呢，就像刚刚李老师讲的，实际上到后头，外头嘛吃也吃不起，葛末哈交关店也没了。但是呢，上海人又要吃。自家屋里做，哎，就自家屋里做，所以侬讲搿西餐拿出来比侬就是李老师，侬搿勿是吓人吗？实际上海派西餐，侬讲自家屋里做，我觉着更加接近阿拉就讲海派西餐。老有味道。侬搿辰光印象屋里有啥就讲？经常做，真的经常做。有啥讲了好听是海派，讲了难听有啥偷工减料搿种事体？虽然讲材料比较简陋，也比较困难，但是吃西餐还是老。考究的，哎，老考究，而且就是讲绝对不会得去偷工减料，哎，可以替代偷梁换柱，但是目的还是能够达到。像李老师讲的，比方讲牛肉弄不着，葛末搿侬搿蔬菜汤里向香味道没了，肉味道没哪办？哎，红肠，我们老早上海的大红肠老好的，因为伊有肉味道重，还有股熏的、烟熏的搿种香味道。葛末辣辣汤里向包出来呢是老灵的，葛末会得炒搿个米粉，对伐？自家做熟了。自家做的食了，搿辰光比现在侪自家来了侬，全部侪自家做，就侬勿能想象啊！阿拉搿辰光做的食了酱哦，就是讲是自家调的，对伐？李老师现在肯定还会得调的，会得调，会得调，会得调。葛末炸猪排呢？我实际上一直老好奇炸猪排搿桩事体，还得辣酱油。就是讲炸猪排是哪个？实际上炸猪排这种菜呢，实际上是上海境内上海海派典型代表。因为侬如果到外国去吃所谓的炸猪排，做法和上海炸猪排是两样的。哦，伊拉哪能做法？就是讲。譬如讲，阿拉现在到维也纳去，维也纳有一道快餐了，伊实际上就是吃炸猪排，搿猪排有得加多了，啊，对伐？伊随后呢，伊也勿是配迭个辣椒，辣椒油，辣椒油实际上也是中国人吃海派西餐一只调味品。刚刚李老师讲到搿只炸猪排，对伐？就维也纳炸猪排，因为到了埃面搭，大概人人侪会得去寻搿只炸猪排来吃，是老大个，加大一份。应该讲炸的方法还是搞上海人的蛮像的，因为阿拉也是裹面包粉，然后呢烤了扁扁的搿能介样子。但是我也觉着老遗憾的，就是伊实际上是要配拨侬块柠檬啦。我当时辰光就搿辰光就老想来有瓶辣椒，辣椒而已，必须是黄牌。所以就是讲上海人，伊觉着伊吃西餐是应该辣椒油，伊辰光还会得带。但是亲戚叫烤两记了，叫这个保尔过来帮我倒辣酱油，可就是讲人家外国人觉得莫名其妙，因为为啥道理讲维也纳个炸猪排帮上海个勿一样呢？上海人炸猪排当中呢，基本上是勿摆盐个，因为要蘸辣酱油，摆了盐勿太咸了嘛。对对对对。维也纳个炸猪排侬去吃下来，一定是老咸个，伊是摆盐个，所以刚刚伊讲个要用这个柠檬汁呢，伊才起到一个醋个作用。那外国人是勿吃醋个嘛？好，所以上海人呢就是讲炸猪排。伊呢，就是讲一般讲起来呢，就是讲唯一那炸猪排是跟骨头呢是捏脱，完全没了。阿拉上海人那个骨头呢，有辰光是摆了海，摆了为啥摆了海呢？可以撑，对对对，撑了海。所以那个屋里向烤做猪排呢，一定是用不是用刀的一面，用刀背，拿那个筋来烤的，搿搭要烤，搿搭要烤，再烤了分分碎，十字方向烤，烤好以后呢，先要裹一层面粉，塌好或者淋粉，再进到蛋清当中。再用面包屑摆上去，那么这个辰光来了特别个年代了，面包也买不着，面包买不着，面包屑。上海人聪明了，去买苏打饼干，啊，苏打饼干有个，拿苏打饼干，拿这个擀面杖，拿捏碎以后，也可以替代。苏打饼干炸出来的特别酥，哎，比面包屑好吃，哎，比面包屑好吃。因为伊搿里向有的这个苏打起到这个松的蓬松的作用。对。那么上海人这个猪排呢是搿能，葛末迭个辰光上海人勿是凭肉票的嘛？上海人吃猪排帮维也纳又勿一样了。维也纳是一人一块。像搿种女小店、外口小店，一块勿定吃得脱。好，上海人聪明，迭辰光要凭肉票嘛？如果亲戚朋友来，一年一块炸猪排，搿开销勿够啊！哪能办？你做两块猪排，用刀摘开来，摘了光一条一条，所以演变到今朝又是恶俗，叫椒盐排条。哦，是搿能介来的。搿只椒盐排条典故，我倒是第一趟听到是搿能介来的。搿能介听起来，实际上侬讲是讲是主人家也好，啊，讲是讲搿叫啥海派文化也好，侪是因为搿辰光物事勿够。对吧？实际上，不光是搿辰光物事勿够，整个搿辰光的大环境啊，侪比较的萧条。那么，难道讲搿辰光上海的西餐厅就
销声匿迹嘛，实相不是啊。阿拉通过一只短片一道来看瞧。70年代初期，一个外国人的到访，又把上海带来了一股西餐热。这个外国人呢，就是尼克松。1972年2月，尼克松访华，伊辣上海呢，实际浪向一共只留了不到24个小时。但是就是搿点辰光，让海派西餐又一次流行了起来，也让德大、红房子搿些老牌西餐馆借着迭股西风啊，又开始卖西餐了。上海人呢，神神气气吃西餐的日脚，终于又回来了。阿拉讲到尼克松访华之后，物事开始多起来了，但是上海人还是欢喜拿里头物事调脱一眼。经过搿能一段辰光，伊已经自成一派了，晓得伐？已经自家功夫已经练好了，伊勿需要再搿，而且已经拨人家接受了。伊搿改良事实证明是能够拨食客接受的，味道更加适合上海人。而且就讲符合上海人要面子啊、实惠啊，交关么子。根本就伊就自家成为一种派别了。实际上好像不光西餐搿能介，老多菜是到上海来侪变成。老多菜个呀，我上趟喏前两天还蹲辣搿叫啥梅陇镇了，还去阿拉就提到海派川菜搿种讲法。哎，啥么子到了上海还来呢？上海就讲搿海纳百川，伊勿是光光是包容，伊还能够拿伊转化成功。改良。哎，是改良成功自家搿种么子，有自家搿种灵魂辣里向。海派搿个事啦，最后伊有伊自家的生命力了。伊勿会得因为就哦，明朝改革开放了，我又跟牢西方人去跑了，勿会的，伊还是自家一派。讲到迭个呢，可以讲到搿只故事了。就大家晓得，全中国吃烤鸭一定是北京的全聚德咯。但是上海的锦江饭店，伊也烤鸭，伊烤到比全聚德还要好。哎，伊是哪？烤到哪能程度？伊有一个标准。侬如果没牙齿。吃烤烤鸭这个皮啊，烤炒是我吃皮个了。侬摆辣嘴巴里向，抿到最后，渣也没个，渣。所以哎，所以周恩来辣60年代到上海来吃过上海这个烤鸭以后，伊认为上海人是可以拿全国、全世界物事经过改良。顶符合中国人来吃，搿只现在有个专门是叫入口即化，所以每只节目主持人会讲啊。是，就讲呢，我觉着哦，就是讲海派西餐对伐？搿样搿桩事体，就讲伊既然已经成为一个派了，所以伊已经是一个而且是个老大的一个门派，尤其是辣上海阿拉搿一辈人的心目当中。侬像现在红房子对伐？现在有两只店对伐？一只是辣淮海路，淮海路高头，哎，一只是辣长乐路高头。长乐路呢，因为是拨法国人管理了，葛末现在推出个菜可能更加接近真实的，就一两年只菜的。但是阿拉如果讲要讲真正的海派西餐是辣红房子搿搭，就讲交关菜就是没个，就是侬外国人。大部分人甚至于更加欢喜吃阿拉自家海派西餐。我搿搭有几只菜哦，阿拉我想听听㑚两家头是。阿拉海派西餐是哪能介改造的啊？第一只，那有没有听过叫豆沙布丁？哎，有呀，搿只么是新里出的名菜呀。豆沙布丁，搿做到底也是好像正宗西餐当中。啊，因为侬想西餐，洋人勿吃红豆沙的嘛，伊拉因为没插头的吧，应该对伐？应该是搿插头是中国的一种粮食，就是所以。伊根本就没搿种原材料啊，然后伊上头呢是用像人家饭当了搿来当打成当成面，然后上头再摆个大细面。侬想搿外国人完全是没个，哎，葛末但是呢，伊一种做法和搿形式呢又有点像布丁，里向有只馅子，外头么是面粉来个。所以没去蒸一蒸，对吧？湿漉漉的。那么，㑚有外国朋友吃过搿道菜，有啥评价？哎，阿拉带伊拉去吃的呀，阿拉讲到搿就是西餐啊。伊老惊讶的。对呀，只好硬了头皮吃呀。哦，伊觉得哦，大概是我没碰。伊又觉得老有趣，阿拉有辰光会带我，经常会带就是带外国啊或者外地的朋友，因为我不带呢，伊拉吃侬叫伊吃得来，真的一头雾水，就是人家讲哦。好。那么两位啊，对搿。海派西餐是哪能看法？那觉得到底是啥个原因，或者上海人个性的问题，或者搿只城市的文化问题，
产生了害怕西餐？我觉着害怕西餐还是老体现出上海人的搿种个性，城市个性也好，就在上海人的搿个性也好。因为上海人哦，我觉着上海人最大的个性是务实。上海人比较务实，老实讲究实际，所以讲伊辣辣害怕西餐里体现出来呢，就是讲有啥我就来做啥，实实惠惠，我不要弄搿种花俏物事，有啥物事几样物事啊，就搿。葛末还有呢，就是伊会得变通。嗯，啊，伊不会得一条路走到好哦，搿只物事没了，葛末我就勿做了。嗯，哎，我好调只物事伐？对对，搿点呢，欧洲人比较死板，觉着我今朝没啥物事，我就打烊了。因为伊几分钟都勿好推板，搿只要考五分钟，侬叫我考三分钟，好唻，我吃搿啥？中国人勿是搿能介，伊有交关上海人有交关办法也好变通。所以我觉着务实变通，搿就是上海人。还有伊一种包容，就讲上海人有一种包容的个性，也是搿个城市的。一直一贯的一个个性，就讲，所以伊搿个物事进来了，能够拿伊融合起来，伊勿会得去排斥伊，反而变成讲自家的种物事了。嗯，搿李老师呢，觉得害怕西餐对上海？害怕西餐帮迭个城市相关。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：上海开埠以来的到今朝为止，真正的上海人实际上是老少本土。侪是全国各地来的，全国各地来，每个人侪带来自家文化背景。为啥到来迭个上海蹲了3年、5年甚至10年以后？这个人再回到自家地方，尽管上海完全逛不来，当地地方侪认为侬这个人已经变脱了，哪能变脱了侪不认得了？不一样。好，搿说明啥呢？就说明上海有本身有自家物事。搿伊自家啥个物事呢？刚刚已经讲了，伊可以拿全世界所有个物事拿过来，变成讲我个物事。啥物事呢？就是上海。上海。所以侬讲上海啥物事？我觉着上海根本勿是个物事，对伐？归根结底就是一句闲话，就是讲当中国文化帮外来文化碰上。以后产生只新的物事出来，这个物啥物事就叫上海。侬也可以讲是只怪胎，也可以讲伊文艺不善，侬也可以讲是老灵光的，侪可以。侬会喜欢，也不喜欢，也可以排斥伊。但是侬只要上海滩蹲了2个号头、3个号头以上，侬再回去，侬不知不觉会把上海这个物事烙印靠了身浪向。确实是搿能介。我想啊，有句闲话，民以食为天，实际上害怕西餐就是上海城市文化的一个体现。就像李老师前头讲的，中国的文化帮外国文化一道，蹲了一道，会得出来老多新鲜的物事，有可能是好的，有可能侬接受不了的。但归根到底，搿才是阿拉集体的回忆。我想今朝阿拉讲害怕西餐，也是搿能介一只意思。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朝《闲话上海滩》，也谢谢两位，这位。就乐开一宿，乐开一宿，乐开一宿，觉得是他地段，地段还是地段，声音哦，没嗨一些，没种嗨爱都有，嗨，是吧？是吧？哎，阿拉上海人有句闲话，我把现在把讲出来蛮好笑，情愿要浦西的一张床，不要浦东的一间房，一间房。哎心情，他勇于闯向我，连接爱情。